警方是拘票进入屋内，嫌犯似乎早就知道这天会到来，没有太多的反抗。嫌犯自称是竹联帮人唐明仁惠，系指分会长，在外走跳，和哥哥设局，现任跳。我靠，我拎阿里家无啊，无我都袂当去。中尾啊，你是不是啊？我即马伫你遮甲咧看，遮就说甲咧看，你即马。林姓男子哥哥支支吾吾，因为远景开门，发现他的前妻只因为和其他男子走太近，就被他囚禁，还把头发给剪断。你们可以说我真的没东西。好，来涉嫌就是通缉案吼。 枪炮跟反派秩序通缉案。警方兵分多路，除了逮捕了林姓兄弟党，还有三名共犯。因为被害人报案，网络认识一名女子见面，这名自称帮派分会长的林姓男子就跳出来说，被害人勾搭自己的女友，强压被害人，开口要求80万未遂。 不止这件，嫌犯和表妹也设局，在男女双方发生关系后，和被害人强索10万元。林嫌自称为竹联帮人堂名人会系指分会长，借由其黑道帮派背景，指挥旗下帮众以仙人跳手段敲诈两名被害人。 并施以激进自由。警方持续追查帮派是否在幕后设局仙人跳，以及有没有更多的被害人，以为找到了真爱，结果是深陷了爱情骗局。三立新闻，从邵子昂新北报道。